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济。先来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59面，159面最后一行啊，犹如明镜，影像表里，影者共影也，通者通达也。海东经行法，经行法师，净空外照，名为影表。这动佛心，光明外师，外照之光，显影常在境内，一动所奉光。翻译为言，古文表里，咱看这段，这是经文的第二句啊。犹如明镜，影像表里，现大光明，所遣必变。这是比如。比如佛奉公，在《心经》内面，一般佛奉公拢是表法的，代表即摆所讲的一寡内容，对奉公内面会通感受到。影像表里，影是光之影，像呢是通达无障碍。海东这是日本啊，日本的经行法师啊，有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净空外照。这是对比如来讲，净空外照，这叫影表。净空佛心，光明外师，佛的奉公，有时阵。在顶上奉公，有时阵呢，在白河奉公，白河是两个目白的中央啊。啊，白河奉公，有时阵明门奉公，有时阵龟仙姑奉公。这段经文的内面呢，无公。多一部分，应该啊，这是微光熠熠，应该是全新的光明。这是啊，非常特殊的。我照是讲显影，影伫倒位，影伫镜下来啊。用在镜内，亦当所奉之功，这意思就是下面这句讲出来了。奉公那照我，也照家己，这个光明遍照，照我就是影表，照家己就是叫做表里，来我拢照啊。净影所法。这个注解呢，是咱中国的隋朝慧远法师
无量寿经义疏，这内底也有这款讲法，镜光外照，名为影表。外照之功，明显镜内，名为影理。佛心如是，光明外照所奉之表，显耀佛心，明影表理呀。明老居士甲咱讲，暗相两说，这是中立古来这祖师大德因的讲法，佛心内外应贴的。这摆放光真特殊，规身躯放光，内外应贴，如如明镜啊之镜。用什么呢？用非常清气光明的镜来啊做比如，有镜放光外照，这叫做影表。所放啊光明反照镜来，这叫做影理。我含两种的译本啊当中，佛讲。作别千色啊，数千啊，百变光心大明啊，上下明帖，唯唯中明，该现影像表里之意，就是看到各种不同的译本啊。众业为民色圆满，不差庄严，即敬虔佛光明中，也现十方菩萨，如大愿宝镜，应现十方，如真界所摄，即庄严巍巍中，也现不差庄严相。有诸宝镜中啊，灵现心罗万象，上刷正现华严境界。个即几种的即个版本啊，合起来看呢，当啊小夸去体会到即、这个光明的深意啊。这个现象确实，和阿难真正惊奇，伊啊认为讲这个稀有殊胜啊，佮去啊听佛讲经，从来唔捌看到这款的，一个好相啊，人知影阿难是佛的使者，以后。每一堂课拢无缺席嘅，佛讲经放光是一平常现象，伊也拢看到，因那里看到专心放光，这稀有啊！光明伫佛法内面表智慧，专心放光是表什么呢？圆满的智慧。这部经是如来圆满智慧的显露，就这意思。咁真正呢，一点都无假，唯独这部经而度一切众生。我画这万年，这已经过去1037年了。以后这个8000多年呢，真正会当
得到你一生圆满啊的成就。唯独这个法门，也唯独这部经，所以啊，感到如来就安心放光啊。啊，佛放光是不是家己的意思呢？想到一个所在放光，就伫到一个所在放光，不是安尼。如果佛一个有意思，佛就变成凡夫咯。所以啊，咱一定爱会当啊去理解，爱记的。佛无论按怎表现，伊啊无起心动念。也无起心动念，啊，咱就知影讲，这个放光是感应。你讲这个法门，讲这部经典，伊的作用有偌大？有偌侪众生受利益，祖祖连连的啊！亲像咱伫灵岩经上看到，世尊是面门放光啊。不是会讲专心呢？面门不是专心，咱就知影了。那部经也非常了不起。多什么军事的人呢？上军以上的。这个经地过去，禅宗必修的。也必中，也必修。这个法门啊，这正宗法门啊，三军破皮，立顿专修。无论什么款的军性，除非你无去拄着，你若拄着时阵，无这个未成就的。啊，所以经上有这么多句呢。佛讲数别千色啊，这是光色啊。数千百变变化，光心大明，上下明帖，你甲看卖，微微重明啊。这个译本呢，内面的文理。拢是显示影像表里的意思啊，尤其不可思议的，这宋叶的内对其他无啊，明色圆满，不差庄严，有这句啊，光中现察啦，察理现佛啦。也伫佛宫内面，会当看到十方诸佛的刹土，这太稀有了。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华严境界啊！所以古人讲咯，这个经称之为中本华严，有道理啊。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啊。啊，咱就会想到讲，这个啊，极乐世界的这个殊胜啊，也会当啊启发咱，忽然深信法愿，求生净土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一生当中必定圆满啊，菩提啊，你会证到究竟的佛果啊，无上啊菩提啊，啊，这个法门，大家人有分，无论什么款根性。真轻修，轻信轻修，
这人就不是凡夫啊。唔通看现在那像是无文化、唔捌字啊！阿公阿妈人啊，记记心中啊，成君亲父啊。那无，伊一个听一个看咧，啊，伊为甚就相信呢？为甚真正侪人读这部经也半信半疑？这个唔捌字、唔捌读嘅经，啊，你就教伊了阿弥陀佛，伊相信啦，奇怪咯。其实你那是讲听了经中，你就知影无奇怪。佮佮心中啊，阿赖耶识内底有君啊，有啊佛法深和一经智啊，佮经中相应。才有这个现象，伊啊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啊，咱看下面这几句的说明：现代功名数千百遍，只佛有回向啊，放大功名啊，瞬息万变。功谢忏悔啊，自怜罪性，这几句话后面经文内面有详细的说明。啊，咱看到咯，感受到佛的放光，光中变化。恭谢参回，恭恭合照，密不胜收啊！后面讲了，自怜最性，这个自怜是性的欢利如是啊！现代科学家跟咱讲。宇宙之间所有现象，伊个性别，拢离袂开意念。这个圣宗里面所讲的唯性所变啊，特别注意的唯哩，唯独啊，除了色以外，什么都无了。色是什么？色是意念。啊，唯性所变，含蝶是法界。是法界以外，已经法界。佛家大菩萨的是无庄严土，伊内面的经观是一形拢未变的。所以叫做一真，一未变啊。那人活到无量寿也未老，永远是真少年的款，你未变啊？为什么伊无色啊？色是什么？分别执着，伊无啊。哪讲分别执着无？连起心动念都无啊！已经发改之，所以眼前是无是无明习气变现的，这个现象现在科学也无发现，真正科学现在也是真正了不起，已经啊讲到阿赖耶了，
是法界已经庄严的元气，事实真相因会讲出来啊。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所讲的拢共款的啊。佛哈给咱做证明，甲咱解释，诸佛菩萨因所证的境界，这段文老居士讲咯，如《法华经》主品话。殊品曰：迷干别合啊，大公破教啊。华经殊品，佛是伫别合奉公，伫一般经典上，别合奉公讲较上最。最上去看到，大公破教啊。何地现大公明，即必知大公普照。何地为业中之为神公公，亦应动处啊！含标啊，佛之为公，名妖啊，公大，无能比者。佛菩萨奉公，跟对对来呢？诸生来对本来有的佛智智慧，是对家来。这些根源，根源就是诸生来对有的。那一现象啊，都是奉公。现在人讲的物理现象，伊毋是物理啊，伊就是性德。咱讲光啊，亲像太阳的阳光，讲电，闪电，那是物理现象。佛菩萨奉公是诸生的现象，那无理现象完全是无同的。无理现象这个光会伤害人，佛的光柔和啊，未伤害人。佛光未擦目睭，柔和呀，光更加强。拢未伤害目睭啊！下面讲了只有数千百遍，即动物文经修傲无极品。这是第三十二品里面所讲的啊，自然共识参会，转变最性。哦，这两句啊，咱啊特别注意，都是自然的。自然就说明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。这个光以所以现象一定是感应的，众生有感吗？佛祖祖念念都有应啊，
有这点，咱会当完全体会到何为一切众生实现种种的真相，应以什么心得到就现什么心。决定无意思的来对，就是讲无意念，意念就是色啊，无阿赖耶识，完全是自性的流露啊。众生感啊，有这大力量，也和自性内面的智慧德能现种种相啊。这个种种相拢具足，作千百变啊！这个作千百变对倒位去体会呢？真困难啊！这是咱真好运，生在这个时代，拄到量子力学。啊，咱明白了，无去拄着量子力学，那就是佛法。佛法伊袂向你啊，亲像弥勒菩萨甲咱讲的，一旦至堂中有三十二亿八千念，这都是数千啦、啊，百变啦、啊。因为每一念拢嘛是无共。啊，咱伫以前解释这个意思呢，哇，讲出一个是相思相属相，为什么呢？伊毋是完全共款，两个念头无完全共款，而且这个念头生灭太紧了。你想看嘛，一旦止，啊，咱有当学算计啊。一旦是偌济念头呢？320条的念头，念念拢无共款。一旦是啊，这是经常讲的数千百变啊。因为遮多啊，累积起来，这三性现象啊。咱会当去觉察到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伊那里国家发现啊，量子啊，称为小公主，知影讲些是甚么款的代志咯？是意念累积。连续发生的幻想，按你讲，咱就听有咯。实际上，弥勒菩萨所讲的完全同款。也说明到三千年前佛所看到的，有着人生的真相。因那里科学家证实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才会真正放下。为什么放不落呢？无了解真相啊！咱现在是不是有真正了解呢？无啊，为什么？咱现在只是听讲而已，知影讲有这款代志，为什么就放袂落呢？要安怎证明讲啊？你啊是啊，真正了解了，真放下了，就证明你啊真正明白了。啊，无放下。也就是说明说你
也写无真正明了。啊，咱这个回向偈内底有一句话讲：“愿得智慧真明了啊！”迄、那个智慧是诸行不择智慧啊！迄、那个智慧卡海咯，你就真明了，真明了就真放下。心内念一个念头的未存在，那就真放下了。那有时阵也会起心动念，未应了，无放下。这个放下是不容易啊，也都是讲真正明了不容易，一知半解也当做到，彻底的真正明了困难啊。何地为业中之为神公公？也应动处啊，甲这个意思是同款的，这拢代表佛的威功啊，伊的威德功名，照耀功大啊，未当相比的啊。啊，祖莲功谢参回，转变罪行。这个转变罪行，就是梵文观里面讲的啊。那种周边的第二种，所以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啊，出生无尽呢，是随着意念，就是阿赖耶，具体来讲呢，是法界已经庄严，同时出现。下面讲的是东标佛光，自然高参回转，光色变化愈变愈盛。无有穷劫，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阵所讲的，佛具足性，明心万法啊。这嘛是指是法界已经庄严，大的能公告华严世界啊。水呢啊，讲到咱眼前的境界啊，愈变愈殊胜，唯有穷尽啊。啊，唯有穷尽，真恶去体会，这是性德啊。一变化真正是无有穷尽，真恶相相的。这句经文，让我想到细汉的时阵咧佚佗一个万花筒，啊，这个真正相似啊！啊，万花筒古做啊，非常简单。你伫这内面会当看到这两句啊，愈变愈盛，无有穷尽啊！连那万花筒拢显示出这个境界，
何况祖先啊，祖先是一个大万岁堂啊。尊者阿难，即诸思维。尊者阿难，乃本经之动机啊。这部经动机的是两个人，前半部是阿难尊者，后半部是弥勒菩萨。这个表法的意思真深。阿难代表释迦牟尼佛，一万两千年的法运。阿难传佛的教法、教学，那弥勒菩萨啊，是代表下面一尊佛，弥勒菩萨现在的道士天，是为什么呢？修地教啊，地教上落啊，道士的意思是地教啊。伊底下修地教，真正地教就会做佛啦、啊；不地教的人会当啊成佛啦。这表法的意思真深吗？地教到什么程度？地教到无求，真正做到无人无精无色无求。人家地足了，这丝毫的念头都拢无了。啊，生活呢？生活是完全随缘啦，无一项唔好呀。啊，在境界内面，确实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无了，哪会讲有分别执着呢？这是咱来明了的，来学习的。经中的表法的意思太深了，弥勒菩萨来到这个世间来成佛，时间也够真久的，经常跟人讲。57亿6000万年，这对呀、啊，这个道士天下降，这个当中无分的时间真长真长咯，这系苦难众生，佛菩萨那是无管的。慈悲心何在呢？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把一切苦难众生感应到高，只要众生有感，伊就会现啦。伊现什么心？地藏菩萨心啦、啊。什么是地藏？我们知影，地藏法门代表的是孝亲尊师啊。简单讲，孝敬，孝敬是做人、成天、成佛的大根大本啊。有话你未当接受。在无佛住世的时阵，
用什么来教人民呢？教孝、教敬。会当把这两字做到，就难得咯。伊啊，生生世世未对三木刀啊，会当保着人心啊。将来弥勒菩萨出世，有这个缘分，甲弥勒菩萨有缘分啊，参加龙华三会啊。弥勒菩萨的法会非常广大啊，无像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共是三百多会，大大小小三百多会啊。弥勒菩萨只有三会，咱会当理解啊。这三会时间拢真长啊，每一会内面肯定啊是有真侪小会，伊啊这会当啊多真才会有缘的众生啊。凡是伫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修行无成就的，也无正果的，将来啊，拢会去参加龙华三会。为什么你现在啊，伫释迦牟尼佛这地正显君咯？伫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的法温啊，内面也未当成就啊，你都会伫弥勒菩萨的法会内底成就。一尊佛甲一尊佛刷落去来度众生，就比较杰出咯。啊，咱都知影咯。最可怜的是什么呢？是生生世世无看到佛法啊，无听到佛法。阿弥陀佛来对啊，无佛法的经济啊，这个真可怜啊。你无善根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会当听到一拜，听到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对就证善根了。所以呢，咱要明白啊这个道理，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念念不忘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伊呢？念佛啊！对哦，一切小动物，咱看到了，芒塘高下合掌啊，阿弥陀佛，就改正善根咯。那伊道生道劫以后，因即句阿弥陀佛就会得到了。这个善根先该种呢，你该种的啊。学佛的人，伫各工无空过啊，念念不空过啊。这叫做什么呢？众生普遍誓愿度啊。要有更加殊胜的，咱肉眼看不到的众生，伊在咱的四边啊。有时阵咱会感觉到，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甲回向，因感恩啊。啊，咱上经。读经，讲经，这些功德，全会当
甲因大家啊，斗阵分享。伫佛法内底叫回向，现在名词叫做分享。无一个未得到利益，相存初心，念念不舍，无量功德啊！啊，修这功德，我一定都爱用钱啊！有一寡真有财富的人，颠倒因唔知影修功德，因所修的都是福德啊！功德是你的菩提心，是你的善缘，你对一切众生的爱心。那不加众生的这个愿心，这是啊，成就你的功德啊！那你菩提心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安尼先培养出来。所以，在诸佛弘法大会当中，也亲像阿难尊者同款，做大会动机啊，下面讲了两人基本，阿难的本根本。是亦将故向因之发心大事啊，也说明了阿难嘛是来实现的。第二些欠摩尼佛会上，以什么身份初故事都完啦、啊？这就是舞台表演啊！伫台面呢，伊身份是事都完啦、啊。初故事都完，啊！伊伫后台呢，伊伫后台是发心菩萨啦，明心见性诶，发心大事啊！对故用因啊，至少咱会去相信啊。那咱袂怀疑，这下面要有证据啊，真难得啦！我《华经》中，佛告菩萨我：我有阿难定，有空王佛所，同时呀、啊、发罗尼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阿难上落多闻。我相困精进，是故我以得罗尼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阿难何其我法啦、啊？亦何将来诸佛法中教化成就菩萨众？这是佛说的啊，不是假。阿难真正都是发心大事。行完再来，来表演给我们看呀、啊！我把过去这件事情啊，就给讲出来了。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祖亲，释迦佛跟阿难顶，也有其他的这些人。有空王佛所，空王佛啊，是一切佛的通明。每一尊佛呢，拢会当称为空王佛，这是讲伊正道呀，正道离空之理。
林悟空，关悟空。每一尊佛啊，因拢敬着咯。这是啊，过去啊，佛中的一尊佛啊。空王佛说，伊讲伫迄时阵，世尊甲阿难，拢斗阵咧修菩萨道，发菩提心，就是当时发。我了到了三藐三菩提心，这是啊菩提心。阿难上奥多门，这是几无讲啊？阿难较爱研究经教，兴趣啊非常广泛。然后一句讲，伊进步就较慢咯，学诶物件太侪太杂咯。释迦牟尼佛伊就比较较老实啦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成圣佛咯。上坤精进，这一门深入咯，所以要知影成佛。是对戒定慧来成就的，不是讲对功德道门来成就的，这个一定要知影。可是个人的根性都无同啊。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真爱功德道门呢。佛开的是什么？法相慧识，开这门功课。这门功课是专门为这种根性的人开的。真正是老实人，上根立地，不甲伊开的就是禅宗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紧啊！啊，如果是中下君，下下君您，下当啊，勇命精进，佛就该开净土宗，一门深入，一句好好念到底，一生的成就也未输乎别人啊，还净土，下下品往生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做到阿惟越地菩萨咯，未输乎别人啊！什么原因？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绝对不是假。阿弥陀佛哪会有妄语呢？这个法门。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信啦、啊，你系真信、真观，未当有丝毫疑虑，你就成功啊！如果你有怀疑、有顾虑，那就未当成功咯。这个门你就行未通咯。啊，虽然行未通，乾坤已经静着。有这个乾坤，你的五缘拄着这个法门，拄着法门，刷了这个修，拄一个阶段啦，真正放下，伫这个阶段就成就了。咱伫这一生明白了。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你这一生成就了。这一生念佛未当往生，来生后世啊，也阁有缘分。
也会当啊继续修学。也咱明了啊，不是门中不暇于人啊。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护念，比诸庙照顾伊红颜也搁较周到啊。这事物的恩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咱常常功夫未记，回忆时刻拢是无未记的咱。咱那伫伊个台湾经地之中，教主啊，这都是啊佛对咱的加持啊。咱家己实在是烦恼业障太重，无感触到啊，或是真正加持咱啊。阿难，啊，非常难得，真爱多闻，伊也发心护持佛法啦，所以方法、佛法拢也无容易啊。你对佛法无通，你要按怎来方法？你哪会佛法？佛法绝对唔通用家己的意思来解释，哎，就错了。自古以来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就出现这种的状况，这种状况在佛经上叫精相慢。这个烦恼真麻烦啦，伊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正果，那如此，甚至会障碍你的善法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你自以为是啊，家己无证着，以为证着了，无了解啊，认为讲了解了，你安尼先去教别人。你五道众生啊，五道是着爱负因果责任的啊。东条必重禅师，你必重啊！你看伊公案内底有讲到一件代志啊。错落一字的专语，对五百世也好心。为什么造成这款现象？真上万啊！这个所在嘛，和咱一个真正重要提示，就是合佛绝对唔通有傲慢心。这种傲慢，是你家己唔知影，人哪咧问你，我无骄傲啊，我真谦虚，无傲慢啊。啊，伊家己确实是无感觉着，要按怎来对治傲慢？谦虚啊！要安怎来对治嫉妒呢？随喜啊！菩萨拢有方法的啊！这种病真重啊！你无方法对治，伊就起作用，伊就会来中毒啊！阿难，何释迦牟尼佛的法，
甲切卡莫罗以前是同学。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！甲佛有缘的人，拢来帮助伊。这是菩萨新婚，声闻新婚，做伊的弟子，做伊在家护法。哦，伊啊，伊在教学啊，得到圆满。阿难、马虎将来诸佛法中，阿难一定是有发到这大愿。释迦牟尼佛的这地给咱投出来咯，教化成就菩萨众啊，供菩萨众，就说明伊是大乘，伊唔是小乘啊。要论机劫，这个劫就是现前伊所实现的这个身份，即为一个经中传佛心印，传授密行，成传代教之关键人物啦。这是真正的福气呀！咱今仔日讲护法，护法就是这三项代志啊。啊，这个经中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你在世讲经教学。无文理留下来，无经本啊，经对倒位来呢？甲一般宗教无同，一般宗教真侪宗教的经典是对天上降落来，佛教唔是安尼，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大家宣讲，而当时无文理的记载。那经典对对来，阿难何讲？甲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重复讲一遍。我把大阿罗汉来给做证明，做听众。啊，听阿难所讲的，大家拢同意。拢认可咯，这会当用文字甲记录落来，流传何世啊？佛经是安尼生来啊。如果有一个人无同意，伊讲这句话啊，我听佛都唔是安尼生讲的啊。啊，这段都爱甲删掉。啊，宁夸勿滥嘛。初心有啊，何事？所以这个经中是安尼这么严格啊，不是讲少数或将多数，不是安尼。一个人无同意就未通过啊。这个当年这个经中。这是佛法啦、啊！哦，世尊四十九年啊所说的，未去何消息？果然啊，真正用心啊，惊伊讲经典的失传啊，
把经典刻在石头的顶面，藏在山洞的内面，叫庄子名山啊，流传河蛇啊。我早年去北京去访问黄连老，认识了当时佛协的会长赵朴初老居士，我老公甲非常投缘，老居士甲我讲。你来到北京啊，一定要去房山去看这个石经。伊也派人开车带我去访问啊。我看到了全部的大藏经，内面啊所刻落来这个经典也有几落部，咱现在总经内底无的。你讲会收一个偌完整的？这部经听讲刻了800年啊，世世代代刻了800年，藏在房山石洞的内底，一共那亲像有7个洞。这个洞窟修藏啊，字拢真大字啊，刻甲非常的好，我看着真正欢喜，嘛看甲非常的受感动，个人的用心啊，这啊拢是属于僧团经藏。假如讲伫灾难时阵，佛经的失传咯，用这种方法。那现在印刷术发达咯，为着要好佛经啊，未讲去失传，最好的大量的翻译，全世界啊各地来收藏。灾难咱知影肯定会有，但是无可能的。全世界啊，全世界拢有灾难，那就无可能。拢有一寡所在也无的啊，那些就保存落来咯。所以数量愈多就愈会安全。呀，刻在石头顶面真好，庄子名山啊！如果发生地震，这个经就完了，那未当无这种的担心。如果有地震来，要安怎？所以呢，改印出来流通是比什么都较好。我伫这以后。有一年，我住伫新加坡，有一个技师拥有了一笔钱，美金嘛500万。这笔钱数字真正可观啊！我头前就想着讲，房山石经个呀印出来流通，会让印一千套，我甲。我家宗教叫参详这件代志，一直拢无办法完完啦。内面啦、啊，唔是讲这个单位无同意，就是迄个人无同意，所以这件代志无做成功，钱放伫遐。没得用啊，
准你上面书挂发起够印书可转书，我就想着讲，这嘛是好代志啊！我到家商务印书馆买了一百套，一套美金五万，一百套就是五百万，这钱就用去了。现在这个书印出来了，咱个送货国内，送货海外。这是啊，中国的国宝啊！台湾商务印书馆，这个底本是文言过的，在当时啊，所写的这个七部里面上介好的一部，收藏在这皇宫里面。虽然印的不是佛书。是中国传统文化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佛法的基础啊。无中国传统文化，要有佛一定是对修行来扎根。将来。咱这个道场会收藏一套啊，所以就爱常常想着讲要按怎来，何佛法会当长久的保存啊？现在科技虽然发达，咱会去想着，如果万一有一天，这大灾难把科技毁掉了，电波都要按怎呢？那这电脑公交拢无路用咯，拢变成废物咯。有可能无？有可能啊。所以呢，真正的方法也是印这书较好。大量来流通，这是啊，传经典啊，传佛心印呢。这相中阿难尊者是相中第二代祖师，相中的初祖是迦叶尊者，迦叶传给阿难，阿难的相中里面是二祖。你看传教、传宗，宗就是禅宗。哪讲是阿弥陀也传授密宗？所以呀、伊是释迦牟尼佛兴传大教的关键人物啦。下面所讲的呢？这就是密宗的经典咯，《莲华生大师应化因缘经》里面讲啊，密教初祖莲华生大师啊，对阿难修释尊啊、无著啊，传佛之密法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密法，有先传给阿难啊，和阿难传给莲花生大师。这是说明伊啊，确实是密宗的传人，由海中界曼陀罗超沙瓦。阿难密好集化金刚啊，这个密是密宗，密宗里面啊称呼
阿难尊者的好是接挂金刚，此又显阿难之本。盖金刚即佛呀，你讲称金刚就是佛，我就成佛咯。我的阿难何止佛法是其本愿，因地时阵修行的时阵，伊就发愿啦，何止佛法咯。伊对佛法啦，非常的爱好。这是甲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这种习气有关系。现界示现为佛使者，一拜释迦牟尼佛出现的世间，以来示现做佛的使者，说佛慧明，继往开来，各有本经动机啊。这个说明阿难甲净宗的缘非常啊，非常的深。佛讲无量寿经，伊第一个开请的，看到佛放光现水，那伊就代表大众向佛请法咯。好佛甲咱呐，讲出这个法门，乃令先祖思维发出妙门，真正做一经教，拢是有人去请或者说的，无人去请。我家己说咧，就真少无罪啊。可是呢，佛说啦，《阿弥陀经》就是啊，无文字说，无人会去请，也无人去请，佛嘛就说，是看了众生缘啊，生息咯。佛将这个法门宣布啊，甲大家讲解，大家啊，灵性、灵界、灵行、灵境，这叫做众生的缘形式咯。虽然无人去请，我们也讲出来。这款的经，世尊49年刚经说回来的有啊，但不是讲真多。色心诸君也有清净，这两句经文啊，诸君是指色相，都是咱的身体啊。身体内面，那你比一些心，这五根啊。也有是喜乐，清净，加上说法。贡献呀，啊，用贡献来解释清净，
由佛即经曰：如来信者，诸行清帖。何以故？如来救伊远离一切烦恼诸苦回过啊！佛心哪会讲未清净的道理呢？烦恼障、所得障，全部啊，拢啊断尽咯。所以信心清净啊，因教内面常常赞叹诸佛如来金刚不坏心啊。金刚是形容坚固啊，也不坏内面啊都清净。咱那伫大乘教内面有读到，佛讲诶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心是上好啊。哇，一句话讲，每一个人诶心，啊，佛心拢嘛是同款诶啊。什么心呢？眼前的心，就是咱现在的心，甲佛心拢同款。咱现在徛的所在呢，甲净土拢同款呐。中方禅师的《黑莲法师》就甲咱讲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！啊，诸方即净土，净土即诸方啊，这里讲啊是对的，无讲唔对啊？为什么呢？因家烦恼习气拢断了，所以。心心嘛清净啊，现前啊。但咱今仔日麻烦是什么？别念污咯。心何在色名其水念污心哦，贪嗔痴慢疑念有，都是这道理啊。如果心内面，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心呢，把在色名之水，色声香味触法放下。啊，你就跟佛拢同款咯。佛心众生心，无离无别，这位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六道众生一心交边啊。你对对来，贪嗔痴慢疑是你的比君，在是明是水，是你丢边的这个外缘呐。喜怒哀乐是你啊丢边的。来言呢、啊？
你免苦叫，你呀都会丢边，这就这款道理啊。因啊，真歹断啊，这是啊烦恼习气啊，不容易断，断你就正果了。如果会当把这个缘断去，缘要安怎断呢？佛教人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你会吃苦，你会吃戒，你啊身心清净，你的主宰咯。如果真正是讲放下，无要六尘，放下七情五欲，人真正无快乐咯。啊，系咪恶众生？佛所飘蹦呀，阿佛啦，都是咪离苦得乐啊。什么物件是苦？七情五欲苦啊！你的心就未健康啊！你心心被染污了。我家人啊，这拢嘛是真的物件，一点啊都未记啊。那哪家己爱知呀？哎呀，明了啊！所以爱恶啊，如来心诸性清澈，那爱恶佛远离一切烦恼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拢总加放下。如来心者出过世间，何以故？不为世法之所念无故。世间所有的法，你未搁在受念有啊？未受念有有两种办法。啊，这个方法呢，那那远离，卖去接触伊，这是地飘的办法，不是地本。啊、如果哪有清净，那哪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第三昧咯，即相离相啊，那是啊，搁较深一层的远离啊，啊，无远离的心。是啊，一切诸法来对，诸诸念念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真正是离咯。乃至如来心者，如净镜中微妙之相，如净水中明满之月啦。这些啊，比如真清洁这个镜内底所照的这个相，镜内面啊显现的相，可那像伫清洁的水当中，这水清洁无波浪，月亮现伫这水内面，众相圆净，经文色为。同时世尊眼顶五根东现虚荣，这是说明佛为什么放光，为什么现这个相呢？欢喜呀，心中安乐，妙相清澈啊。
中国古人所讲的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啊。出现这个上时阵，咱知影啊，佛心表现出来了，这拢是属于实现。心中安乐，妙相就清澈了。如镜中影，如水中月。应应随月，你里面含的深意是不结不离，一空亦有。空有不离呀、啊，光明圆满，净了无形，何也欢喜清净庄严？这是为了什么呢？或为什么会安乐喜悦呢？正雅所悦，喜无离依，这是给人解释。佛欢喜啊，表两个意思，表法呢。一念弥陀佛所行行的可敬，可喜啊。这是佛念佛啦、啊，头前阿难问咯，佛今仔日欢喜，想着讲啊，一定是念佛咯，是念过去呀，未来佛，也是念现在这他方佛呢。阿难把阿弥去问，所以啊，这些所在显示出来。是念阿弥陀佛啦，释迦牟尼佛啦，念阿弥陀佛所行的行德，可敬欢喜。第二念众生的一时之过喜啊。众生个净土的这个缘成熟啊，啊，就是讲众生会当啊接受这个法门咯。释迦牟尼佛出现伫这个世界呢，实际上来讲，真正目的就是要宣扬这个法门啊。这个话向人讲的呢？唐朝的时阵，玄德大师伊讲的。玄德大师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。这个所在附带。啊，各位同学做一个说明，净土宗这个祖师啦，不是讲代代相传，不是相传，是民主啊！啊，大家公认呢，算出来啊，也不是讲一代一代传一个，啊，这位大德啊，在这个时代呢。伊个修学，伊个护持，对净宗上界有力呢，上界有成就，后代人就甲选做是啊，净宗祖师，伊唔是僧团呢，所以净宗到现在只有十三代，
你看，这个每一个宗派拢是几十代咯，至少嘛就七八十代，净宗只十三代呢。这个时代无这种人，就无算咯。所以啊，伊啊是民主三星呢，一定是大家公认呢。无容易啊！众生对净土的缘成就是无容易啊，或怎啊未欢喜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一生成就。所以玄德大师讲两句话：诸佛所以行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，这就说明了诸佛如来。因为什么出现的世间？出现的世间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这件代志啊，甲净土法门介绍，哦，大家啊，劝大家啊，真心、真愿，真念佛，这一生。决定得生净土，人只要往生净土就成佛了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因为生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讲烦恼一片都无断，从净土啊下品往生。这是上低啊，可是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龙座阿维瓦帝菩萨，阿维瓦帝菩萨就是成佛啦。你看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什么人？那就叫阿维瓦帝菩萨啦，见性成佛咯。有见性吗？无见性，无见性，伊哪会啊成佛呢？佛力加加持啊，也心通道力就啊，就定有时啊，明心见性咯。换一句话讲。伊就有能力，甲一切众生感应度高，众生有感，伊就有应，应伊佛心得多，伊就现佛心。这是净土不可思议啊！这是净土所谓难行之法啦。呀，一般到海人。你甲伊讲摇头，伊唔相信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这都是对有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无信心吗？所以难信呢。那难信，咱会当相信？那现在相信呢？凭什么？第一个，过去心中乾坤侵祸，这是啊肯定。第二个，如果乾坤无够啊侵祸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大乘经教内面当时分修，也会把你这个乾坤。提升到一定的程度，这啊，都嘛爱缘分啦。呀，我家己对有净宗，这净坤就无够深厚了。如果无遮侪年，大乘经教的分修啊，我也是未相信，
不容易啊。年轻的时候，你并哪有技术？把净土加我，劝我认真学习。我对老师不敢违背，但是啊，无去照做啊。行阿兰的那条路，无认真修啊，学功学道文啊，对啊，敬教非常欢喜。尤其是对华严、楞严，我不敢注意讲给我这段的历史啊。我相信净土是对于华严、楞严来啊，《楞严经》是我少年时阵主修的课程。我会记得讲，我讲过七遍，但是啊，七遍内面只有两遍是讲完满的，其他的五遍呢无讲完满。以后讲华严经，十几年以后，华严经讲一半，忽然有一天想到文殊普贤是学什么法门啊？华严经顶面也无讲到啊，伫后面现解后面的经典呢，现到后面四十华严。第三十九卷，内面有咯。原来啊，文殊普贤，拢嘛是念阿弥陀佛的啊，求生西方净土。我详细去个观察，现在洞主，现在洞主啊是啊，文殊菩萨的立舍啊地主。是得意门生啊！伊啊所传的，所学肯定是秉性老师呀、啊，无可能甲老师无共。细心去甲看，五十三参果然无错啊！你看第一位先知识，中国人讲先立。为主啊，这上魂 BQ， 伊修什么法门？我修三昧啊，专修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第一个人，中国啊，加这个印度，拢有这款功法，就是先立为主。这个关系上大，那五十三参最后一参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归结了，就弘扬大悟。现在东主原来都是专修净土，你们亲历当时分修，一心成就啊！当中五十三参是为着弘法弘法，修学必须的课程，家己成就这一门就够了。弘法还是一切拢爱怎样？弘法是什么？
成就何得地啊？都是无所不知啊！以什么时阵才去参学呢？根本地得到了，伊在文殊会上得到根本地。那根本地什么呢？把这经常讲，把这无知啊。后面参学的都是无所不知，我的知啊，两种智慧圆满了，这才会当讲宏号咯。可是学好的知，一定根本知得到了，根本知无得到。哪有好的呢？亲像正秋同款呢，好的地是机修，无根本哪会讲有机修？现代人啊，最大的困难无根本，伊就去变机修咯。所以，迄个机修全部都落空咯。那用四方世观的话来讲，烦恼无尽，世观端，那是根本地。法门无量，世观合，那是福德地，无所不知咯。佛地在圣教里面，甲咱讲啊，真清楚咯，真明白。会向学的人，那依教奉行。所以啊，伫根本地啊，啊无成就，咱所学的拢总是为着要求根本地。这个阶段呢，一定是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一门深入，你才会得定。你佛法讲三昧，三昧成就了后，智慧就开咯。这个智慧就是根本地，根本地什么呢？咱伫这部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是根本地，这三个你拢得到了。所以啊，你学啊，好的地就真紧，一个接触拢明白咯。啊，到迄个时阵学习就非常快速咯。你无障碍。烦恼障无咯，所知障无咯。咱来阁看下面这段，公然巍巍，公是公明，然是庸然。无量寿经天主，这是定福报不计数的。何之言啊？有何之言有光啊？明有光啊，叫做光眼。巍巍古代尊圣之貌，加上所发巍巍言。一性高显呀，不是大德啊！那咱现在人讲呀，佛的宏大，佛的光彩，这啊拢是咧讲。德性高显的意思，
是由来而发。现在人来对无啊，可是用化妆完成外表的。特别是顶台表演时阵，一定要化妆。我伊伫镜头的内面，嘛是公然微微冒这种情形，所以呢，这个上舞台有化妆师。有专业的人来帮助你，这个所在是自然的，中标不及德勇啊，德是在内，勇勇貌是在外，天耀功名超乎一切。这个一切是指诸菩萨对顶格以下无人会当啊，甲佛来比的啊。现是明显，这个妖啊，就头前讲的做千百遍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佛的智慧、德能，拢是对上好顶面透露出来，超乎一切啊！菩萨拢未当比的，声闻缘觉，诸天人民当然佫较比袂着咯。啊，经常所讲的呢，咱必须都要知影。佛所有的，咱嘛拢有啊。听着言谈心鲜，咱未比你佛啦啊差一丝毫啊。为什么现在显未出来呢？爱知影，咱都是因为有妄想啊，分别执着你。不能啊，正德。哇，这句话讲，如果咱来会当甲梦想分别执着甲放下，这个现象都现前啦。啊，咱真正想，现在是咧凡夫位。真想啊！希望智慧的上啊，拢嘛会当啊，真像好同款的才圆满。我都要认真做啊！啊，认真做，你是唔通忘记你戒定慧三学啊！这个次第啊，一定是应该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如果想讲我戒律无爱，这物件太麻烦，我就对定慧来落手，会用你袂袂用呢？你袂当去定，你袂开智慧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拢嘛是对这条路成就的。那无惊这条古路，想要另外开辟一条新路，哎呀，哎呀，麻烦就真大。啊，你只有惊老路，老路只有一条啊。家己想要开辟新的道路，现在拢想要创新，愈创愈害。真正是无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世世代代啊！老人拢也是行这条古路，你俩做工现在科技发达，我要创新，你个
试看卖。这是咱袂当唔知影呀，对有祖先，对有先灵，袂当无尊重。如果哪有一丝毫无办的意思，呀，咱啊生在21世纪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，袂当能跟因行呢？你无跟因行啦，啊，你的路啊，就是啊，三途咯，肯定的三途啊。啊，这个咱袂当讲唔知影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点。